耽误各位三分钟。今天的主角是这个，因为最近真的很热，还下大雨，但很明显穿这种凉鞋出门看起来真的是挺土的。于是我打开了日本三系杂志 Go Out， 本着谁穿凉鞋不是穿的宗旨，我擅自搭出了五套暑期凉鞋穿搭供你们嘲笑。欢迎各位把嘲笑的内容发在弹幕里。第一套，古巴迷情暑期限定古巴领 Gramercy 户外速干裤，平白无奇长袜搭凉鞋，共同组成并散发出古巴外来务工的迷人气质。这套的灵魂在于衬衫，古巴领衬衫一直是暑期三系造型大热，款多，尤其在古着店，穿着宽松舒适，均价百来块钱，性价比十分高。大家觉得周董的古巴领可以打几分？第二套，活力初夏，乔丹奥莱主打款短袖，并与哥伦比亚合作的年度短裤，同样平白无奇长袜搭凉鞋，为已然扎根于泥土的户外短裤更添活力。这款乔丹奥莱主打款短袖是这个暑期宝藏短袖里最大的遗珠，落肩设计外加宽松版型，能很好掩盖身材的劣势。年度合作短裤设计粗犷中不失精致。对了，今年他们合作推出的冲锋衣也是一绝。作为一名普通的北脸爱好者，表示也有点蠢蠢欲动，不过不要误会，也就一点点，毕竟 The North Face 校园探索永不停止。好了，那么这一套活力初夏各位打多少分呢？第三套，热情盛夏。哎，别放大了，全都是北脸的。高对比度的黄紫搭配是盛夏里挡不住的阳光，正所谓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凉鞋里的 Stance 太阳对长袜点缀，正如池塘里楼台的倒影，波光粼粼，相得益彰。听到这里，各位是不是又有点想念古诗开箱了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去找下一篇要开箱的古诗了。所以这么穿到底是支持湖人还是太阳啊？第四套，三系商务。我就先不说话，看看弹幕里有多少要吐槽的。融合了商务与三系穿搭的精粹，上身单品斯文败类，下身单品奔放自由。裤子是 MUJI 的轻便速干裤，面料轻薄透气且稍带弹力，符合三系讲究的一个舒适。裤子还可以换成棉麻材质的长裤，更显三系气质。好了好了，这一套是逗你们玩的，真正的完全底三系应该是老哥这样子的，上半身搭一件落肩的古巴领衬衫和今年非常流行的反向工装马甲。你看我没骗你吧，三系精髓啊，长裤加凉鞋。还有45秒，最后一套赶时间不起名字了。 Kistio 老色批短袖儿童小挎包 Nike Flash 短裤，重点推荐 Nike 的 Flash 短裤，版型修身但又不紧身，长度刚好在膝盖上一点点，配上凉鞋不穿袜子，在视觉效果上把腿的长度充分拉满，强烈建议到实体店试穿。好了，今天的凉鞋伪穿搭就这样吧，等我的股市开箱和潮流女子图鉴 Part 2， 我先去吃饭了，拜拜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.